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你签了合同的，本合同的最终解释权归学校所有。就算正常的劳务合同，也没有不能辞职这个选项吧？你看看，看看，这什么合同？ 我什么时候进？我亲爱的，我善良的，我真挚的阿曼达，我多么希望你能经常待在我的身旁啊！你的贝多芬真的太不幸了。你在听吗？哎呀，再听，再听。 哇，你都听哭了！哎呀，我切了个洋葱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琪琪回来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妈，你做饭呢？啊，不用你，我做。哎呀，我买到了一条又大又活泼的鱼，太幸运了。哎呀，你工作这么辛苦，还是妈妈来。不用，你休息去吧。哎呀，你来来来来来来来。 这是，难得嘛！长大就是这样，无论高兴还是难过，表达情绪的方式就在那儿做家务。孩子也是心疼你嘛。你说他都长这么大了，还本性难移，他没办法。今天很高兴的样子，像是有什么美好的事情发生。 都得自己做。微波炉焗饭，加热3分钟，1700分钟。
怎么是你们啊？我们来邀请你参加我们的欢送派对。不去。有吃的吧？当然有。哦呦，七七，你姐姐不是说了吗？咽喉炎是教师最普遍的职业病，你在饮食上就应该多注意，这些烧菜放辣椒的习惯就应该改一改。尤其是你在学校的时候，妈妈又不在你身边提醒你，你就更应该注意，到时候嗓子坏掉了可不得了。妈妈讲的对的，啊，你要听进去。就是啊，还有啊，你既然搬出去了是吧？你不用每个周末都回来学学你姐姐。对的呀，像姐姐一样啊。每个周末呢都出去尝试一下新的事物。我可不是让你跟你姐姐似的啊，这周去滑雪，下周去蹦极，妈妈心脏可受不了。我是希望你能够扩充一下你的社交，去跟朋友聚聚餐呐，不要每天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，我们也是需要一点私人空间的，是吧？对的呀，我们是需要二人世界的呀，烦的嘞。不过菜做的倒是蛮好吃。琪琪啊。今天是不是有美好的事情发生啊？爸妈，明天我就要送瘟神了。啊？基本上每天都是这个时间跑路。苏主任你好，我是向东南的助理林生，就是那天在学校我们见过的。我能和您一起跑步吗？苏主任你好，苏曼你好，苏曼。我宣布派对结束，散。向老师，这么仓促的吗？我们还安排了很多环节呢。对啊，向老师，我们各自为了这个派对准备了很久呢，再待会儿吧。人家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鸽子你就别溜他。这才哪跟哪儿，向老师吃人的嘴短，要不你跟我们唱首歌啊，也让我们听听大神的 live 演出啊。哪儿来的人心里边愁死了，歌儿就不唱了，那个我有点困了，先回去了。向老师，你的那个真人秀下一站要在哪个学校录啊？哪儿来的真人秀？你的老师不就是真人秀吗？还是光年娱乐的老板为你专属定制的？对啊。哦对，真人秀嘛，人的一生不就是楚门的世界吗？拜。啊！马哥让我手机没在，钱没带。
广场舞大妈，目测58，偶像一定周润发，肯定不认识我。啊，是的，对。阿姐，你这个手机能不能借我打个电话啊？我手机忘带了。你是向东南？哎，我不是向东南，我借你手机用一下行吗？你真的是向东南？我真不是向东南。你就是向东南，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，没错的。我不是，我是他大表哥。是的。你好，哪位？什么？派出所？同学之间有治安管理条例第4条，盗窃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，并处500元以下罚款。哥哥，没偷，还有唱啊？真的没偷，监控都拍下来了，还敢狡辩？姓名？啊？姓名？您不认识吗？认识。姓名？哦，向东南。向东南先生，我们刚刚已经调查过了。刚刚的报警呢是个误会，我们简单的做一下记录呢，他就可以离开了。嗯，这就说来话长了，都怪我那个不靠谱的助理，他玩忽职守，擅离岗位，欺上瞒下，善恶不分。你好，请问是有个向东南在这儿吗？这儿。谢谢啊。你是他助理吧？啊？啊。这儿签个字。警察同志，请问他犯了什么事儿？没犯事儿，就是一场误会而已。不过你以后要注意一点，不要擅离职守。我不是，就是，要忠于职守。可是我没错，更应该引以为戒。就是，行了，可以走了。这个送给你，走吧，小苏同志。谢谢啊。哇，好多签名。你挺尸啊，看着我说话。苏老师，你冷静，你先听我解释啊。我一个公众人物，如果跟警察说我没带手机，也没有钱，也不知道怎么回家，他们会相信吗？所以啊，我就把这个锅甩给了我的助理。正巧你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，所以我就只能借坡下驴了。不然我多尴尬呀！说了这么久的助理，助理也没有出现。那你就去找你的助理啊。他不找我，我为什么要找他？这笔账我记下。安全带。林生吗？你快过来把他弄走，现在立刻马上。谁？把谁弄走？向东南。虽然我心胸宽广，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。派出所的事情我已经处理好了，以后再有这种事情，第一时间电话联系我。
明天把我的行李送，随便送到哪儿去，反正我们分道扬镳，各走各的独木桥。真人秀，我的确不该向你撒谎，但是一直以来我要做的事情也只有帮助你。你骗人你还有理了？你尝试过很多极限运动，但这些都是短效的刺激行为，一直没有效果，就说明你需要的不是刺激，而是返回，你需要真正的生活。向东南最好的作品是作为向老师的你用一把吉他谱出来的，不是靠通告，更不是靠声色犬马。我不想再看到你无助的样子，原谅我的自作主张，即便你会怪我，我也不后悔。退回原点，那也就是退无可退了。如果还是不行怎么办？否极泰来嘛，你都否成这样了，这泰也该来了。要是还不行，大不了我再陪你十年。谁让你陪啊？说实话，也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。这些都是暂时的，我们会回来的啊。你以为我们是灰太狼一家，再回来？你的粉丝说你是老虎，还说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代王。今天是师大附中的第一次班主任例会，开学第一个月的主题是班级活动月，希望各个班都能够积极的在这个月展开特色班会活动，大家务必按时提交班主任月报和班主任德育记录，学校每个月都要抽查，期末要上交。向东南人呢？怎么是苏老师来的？向老师又被绊住了吧？大家辛苦一下，对于今天为出席会议的班主任老师，统一办公室的老师呢，相互转告一下。那今天会议就到这儿，咱们没什么事儿就散会啊。嗯，安校长，我想问你一下，我们班的专业课老师有没有新的人选？我想先提前了解一下，以便做一下工作的交接，还有跟同学们介绍一下。你们不是已经认识了吗？向东南不是要走了吗？谁说他要走的？谁已经签了合同，怎能说走就走呢？你今天不是有早会吗？这么早就回来？满嘴跑火车的破石子，你听我解释。说。我也不知道辞职这么难，我真的有努力过的，我有证据。拿。违约责任，
本合同所签条款，双方必须严格执行，不得违约。任何一方违约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，应给予赔偿。赔偿金确定办法，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侧重于长度和时间朝一个方向伸展，一般是 extend 加名词或者 extend 加 to 加名词。另外一个和它很容易混淆的单词是 expand， 强调上下左右、前后面或者个体的伸展，常表示四面扩张。大家一定不要混淆了。回去。老师，人有三急，就别拖堂了吧。我有件事要宣布，很快。老师，你快点。下午你们的音乐课，你们的专业课老师，你们的班主任还是江冬南。新官上任，拜托先把班规改掉。唐卓，又一次梦想照进现实了。老师，我们的手机能还给我们吗？下课。啊？真人秀还要继续吗？你们也太儿戏了吧！照片就打回原形，果然滤镜都是经不起现实的推敲的。这娱乐圈的包装也太可怕了吧！你们看看，哎，这还是一个人吗？这已经不是人肉问题了，这简直就欺诈。你们说，到底是动了哪里、啊？哪里都能动，只有身高骗不了人。哎，经过这番折腾，向东南在我这里。吸金鬼，你嫌弃？别说啊，向老师长得鼻子是鼻子，眼睛眼，合着你没鼻没眼？蒋欣，现在都医美自由了，明星对吧？大家的关注点怎么都这么奇怪？秦海，下次有个新课文背了吗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。大家要相信夏老师，不要被外面黑夏老师的谣言欺骗了。大家听我说，夏老师身高官方数据183，这是经过杂志大片认证的大长腿。服了，你也相信 Photoshop， 也不愿相信自己看到的吗？你们站在他身边，有觉得他183吗？有。是源于他超强的自我管理能力，无论是饮食还是作息，他都严格克己。要说向老师最大的特点还是音乐才华，你们不要口不对心，向老师的专业课你们不是都上得很开心？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再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，据说为了创作，为了激发灵感，向老师还养成了一个怪癖。什么怪癖？向老师习惯在深夜写歌，因为黑暗能给他灵感，所以他不喜欢光。不喜欢光？他是吸血鬼啊！闭嘴，许安琪。我不是许安琪。爱谁是谁是。
窗帘都捂这么严实干嘛？怎么上课啊？不闷吗？向老师，您还是我们班班主任吧？真秀都是子虚乌有的，对吗？真亦假，实假亦真。我既然来了，就证明了一切。向老师，您把班级事务交给苏老师，是打算当撒手掌柜了吗？初二，你干什么呢？快坐下。向老师，您要是真的不想管我们，您就提前让我们知道一下，我们也好做好一个被长期压迫的心理准备。是啊，向老师。您是心甘情愿被架空了，可我们不想被奴役啊！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反抗。向老师，让我们和您一起承受压迫。不会说话。哎呦，我有什么错事？没收手机、班会洗脑，这些行为严重的限制了我们的人身自由，打击了我们学习的积极性。就是啊，而且一口也吃不成一个胖子，每天小测我都快比高三的还要忙了。向老师，苏老师的管理方式真的让我们喘不过气了。向老师。您才是我们班真正的班主任，您想对我们的处境袖手旁观吗？行，你们的申诉我受理了。在今天上课之前，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啊。我知道大家呢对班级氛围有些不满，所以我决定给你们放个假，带你们举行一次秘密活动。这次活动呢，我只负责保驾护航，所有的内容、形式、执行、策划全部由你们自己团队协作共同完成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意见？可是苏老师能同意吗？我都说了，这是秘密班会啊，天知地知，你们知我知就行了，知道吗？好，上课。向老师，好巧啊！今天我们正好三个人，不用凑数的感觉太好了。今天一早就被某人吵醒，饿死我。你那么饿，还吃那么少啊？来，多吃一点。嗯，我吃不下，吃不动。就算你别管，某人爱吃不吃。嗯。六三，谢谢你们红烧肉。那个，你能不能加一下微信群？不管怎么说，毕竟你是班的班主任。你不是在群里面了吗？班级所有的行政事务已经委托给你了。向老师。六三，我收拾你吧。向老师好受欢迎哦。各位同学，这是我们本学期开学以来第一次集体活动，希望每个人都能各司其职，精诚合作。计划开始后，我们以同桌为分组单位。切记，
首要任务是保密，然后就是希望一切顺利。嗯。我补充一点，那天的温度会是10度左右，晚上的时候可能更冷，所以你们自己要带件外套，免得着凉，知道了吗？夏老师多体贴。那必须的，绝对的大暖男。你别忘了，周五最后一节课是苏老师的英语。对呀，你们手机还在苏老师那儿，没问题。夏老师已经帮我们搞定了。那我们对一下流程吧。首先，我会拿苏琪老师在办公室保险箱的密码解救你们的手机。把你们的手机发一下。为了方便联系，一会儿你们记一下我的手机号码和微信号码。夏老师，是家长群那个吗？我们不是已经有了的吗？夏老师，您根本就没有回过微信。那个我确实不太看，所以让你们加一下我的私人号码。夏老师，不是你的隐私吗？是啊，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知道了吗？其次，我已经跟陈六三老师说好了，他跟苏老师换课，所以苏老师不会出现在班会上，我们绝对的安全。六三，这节课不是数学课吗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不是跟我调课了吗？没有，真奇奇怪怪的。接下来你们要做的就是避开教导主任的巡逻，以同桌为单位，安全出楼。教导主任巡逻的路线，我已经让陈宇辉画下来了。你们相互掩护一下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上课时间，你们在这儿干嘛？主任好，他肚子疼，我是他同桌，正要带他去医务室呢。去吧，记得问校医要杯红糖水啊。谢谢主任。最后一关是出校门。据我的了解，学校的体育馆正在施工，安全通道是没有上锁的，但是上课期间又不允许施工，所以我们可以从安全通道走。在教室自习，他那么爱打小报告，会去告密学吧？小老师，你还给我们准备了专车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快上车吧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换代一工。3、2、1，加油！去坐车吧。别走了，别走了，坐车去吧。夏老师，山景公园没有车路的。那缆车总有吧？也没有，得自己爬上去。终于知道秦寒为什么不来了。夏老师，快上来啊！夏老师，快上来！好，来来来，坐坐。
哎，费斯呢？他可别跑丢了，非他要打我的。他跟徐玉川比谁先上顶，咋这么一个阴阳？我姓费斯，是条汉子。没事吧？当时我为什么要同意来办事？得了，别说了。团长，袁野，你们是最后两个了吧？其他同学应该都在上面了吧？那行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也走吧。啊！还有人。组长，组长，我这回真可以了。廉颇曰：“我为赵将，有攻城野战之大功，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，而位居我上，且相如素贱人。”相如素贱人。组长，组长，我这回真可以了。廉颇曰：“且相如素贱，相如素贱人，相如素贱。”午休，午休，午休，午休。这回真可以了。相如素贱人。素贱人，素贱人，素贱人。夏时雨，你已经自带鬼畜包袱啊！不忍为之下，相如素贱人，素贱人。不行，相如素贱人。打六九头，夏时雨背书是鬼见愁啊！急得秦寒白了头。夏大官人，哎，您不如回农家，咱打个快板解解愁。滚！大哥莫笑二哥，你看老方怎么收拾你。你听好啊，臣。之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，图慕君之高义，且今与廉颇同列，廉君宣恶而言君，未逆之恐惧殊甚。这都是上周的内容，你到底行不行？回来了。刀门不停在刀门，不知不觉要漫过北燕，半色半天流转的浓淡，试探着挑独家的口感。搅拌不断的搅拌，热气蒸发为思念太浅，十指紧扣不愿两忘，飞雨它无法阻挡爱蔓延。说不配天生一对，无不可为完美搭配，才让世界看起来如此美。漫漫云海有难以勉强，诱人的甜蜜微笑迎下，碰撞出奇妙火花，放在手心，幸福却在心底发芽。漫漫升温又难以勉强，所有的烦恼都被融化，踏过了一路坑洼，故事最后想给你一个完好的家。搅拌不断在搅拌，热气蒸发为思念太浅，十指紧扣不愿两旁，被雨它无法阻挡爱蔓延。说不配天生一对，无不可为完美搭配，才让世界看起来如此美。漫漫升温又难以勉强，所有的烦恼都被融化，踏过了一路坑洼，故事最后想给你一个完好的家。漫漫云开又难以连插，诱人的甜蜜微笑迎下，碰撞出奇妙火花。